是不是在街上看见一个喝醉的人？他咋走的？谁给我学一学啊？哟，孙胖妞学一学啊！好的，来，孙胖妞学的好的话，一会儿奖励肉肉吃的。看看我们孙胖妞咋学，他是咋走的啊？从头开始学去，从头开始学，从那头开始学，快，慢慢的学啊！他咋走的啊？慢慢的学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！哦哦，这扶墙走的是吧？哦，就是靠墙扶着走，喝晕了。好好好。孙玛丽，你也给我学学吧。来，人家那个人喝多了以后，人家咋的了啊？呦呦呦呦，哦，抽了是吧？喝蒙圈了，直接是不是？要喝的这么蒙圈呢？啊，呦呦，最后又怎么了？啊？哦，最后一瘸一拐，一瘸一拐的给走了是吧？你这学的人实。